中看第十二题，他说西是这个矩阵，他现在求说西的 n 次方等于多少？那我们现在的解题的策略就是说，我希望你找到一个 p 啊，然后把它给对角线化，也就是说，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 p 使得什么呢 ？p 的负一 c 哈，它的 p 哈能够等于多少呢？等于兰达一、兰达二、零零啊，哦，如果能够找到这样的 p 的时候，啊，这样子的话哈，那我 c 的 n 次方哈就可以写多少呢？写成这个是 p， 哦，啊 p 的负一 c，p， 啊 p 负一啊，啊这样子，啊 n 哈，这里有 n 次方哈。好啊，这个的话会等于多少呢？这实际上会等于 p 哈，啊，之前我们讲过嘛 ，p 的负一 c p 哈，它的 n 次方呢 p， 那因为这个可以对角线化，所以就变成 p， 啊对吧？这是 lambda 一 lambda 二零零的 n 次方 p 负一啊，啊这很好算嘛，这 n 可以直接。指数的地方可以直接拿进去 ，p， 兰达一的 n 次方，兰达二，零零 ，p 负一，啊 p 是我们已经求到的，乘进去就可以得到这个答案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实际来做，我们现在来看哈，这个 p 怎么找？我现在要找那个固有值跟固有向量，二一。一二哈，啊，这是 x y， 啊，这之前我没有找过了 ，x y， 啊，这可以写多少呢？啊，叫 lambda 呢 ，x y 嘛，啊，这会等于，可以把它写成啊，写成这个是 lambda 零零 lambda x y。哇，这可以得到什么呢？得到二减兰塔，一，二减兰塔 ，S Y 等于零。啊，现在 S Y 它有非零，非零解啊，所以这个行列是要等于零。那这行列是等于零的话，代表什么？代表二减兰塔的平方哈，啊减一要等于零，这等于一啊。那这两个会对调，那我就得到呢 ，lambda 减二哈等于多少？正负一，啊等于呢正负一，正一跟负一啊，那这样 lambda 哈有两个值，一个是三，一个是一啊，啊这个叫 lambda 一，叫 lambda 二哈，好，那我就说，当固有值等于三的时候，当 lambda 哈 ，lambda 一哈等于三的时候。这个时候的话哈，带进去，这是三的话，这二减三是负一啊，一负一，那这 S Y 等于零零嘛，好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们用下面这个，这个乘以这个等于零嘛，就 X 哈减 Y 哈等于零，那就 X 等于 Y 啊，那我就可以取的哈，取哈。S Y， 我给它取多少呢？取一一啊。好，啊当呢 ，lambda 二哈，第二个固有值是一的时候，那这样等于多少呢？一带进去是一一一一啊。S Y 等于零，那就 X 加 Y 等于零，也就是说哈 ，X 加 Y 等于零啊，这 S 等于负 Y 嘛。那我可以取什么呢？取 x y 哈，这是一跟负一啊，一跟负一。好了，这样 p 我就找到了 ，p 我可以找多少呢？找一负一啊。好了，这样子的话呢，我就知道说哈，这个 p 的负一哈等于多少呢？这行列式是等于多少？行列式这个减这个，
就是负的，这个减这个的话呢是负二，所以是负二分之一哈，它就是这两个对调，负一一负一负一，这样子。好，这个的话我可以把它简化成多少呢？简化成二分之一拿进去嘛，这二分之一哈，这是一一啊一负一。好，那我就知道哈，这个 c 把它乘进去哈，我就知道这个 p 负一哈，它乘以 c， 它 p 哈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是等于第一个什么呢？第一个固有值，第一个固有值是三啊，它是一啊，哦，这一定是固定的。好，为什么呢？哈，这是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是。哎，二分之一嘛，哈，一一一负一嘛，它乘以呢这个 c 是多少呢？二一一二嘛，它乘以多少个？这是一一一负一嘛，它的二分之一哈，一一一负一。啊，这一乘的话哈，这个把它作用在这个上面的话。第一个项呢，这是三嘛，哦，这个 c 的话作用在第一个固有向量的话呢，会变成原来三倍嘛，就是兰达一啊，我是三倍的呢，第一个一一，哦，啊这个矩阵作用在第二个固有向量的话，它那个长度是一嘛，我就兰达二啊乘以这个固有向量，所以说啊，这是一负一啊。然后就得了，这个话哈，这个哈，这个一层的话等于多少呢？我们知道的话，这个哈，这个是等于一啊，这个乘以这个哈，啊乘以外面这个是一嘛，所以呢，第一个是三，第一个分量三呢，啊，第二个分量这个跟这个一层的话哈，因为这个的话哈，跟这个哈，它说，这个是这个的反矩阵嘛。也就这个乘以这个啊，乘以外面二分之一，这是等于零的。啊，同样道理，这个乘以这个是零的。好，啊，这个乘以这个，啊，再乘以外面这个二分之一的话是一。好，啊，所以这个东西是等于三一零。好，那现在哈，我把它给带进来，带进来的话就是说 ，c 的 n 次方等于多少？现在是等于。p， 它乘以多少呢？乘以这个，p 的负一 ，c 的 n 次方啊 ，p， 啊 p 的负一啊，啊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是等于 p 负一 ，cp 整个的 n 次方 p 负一啊。那、啊、这个就我们刚刚讲的，这是三一，所以啊，这个的话，这是那个三一零零的 n 次方，它 p 负一在哪里 ？p 负一在这里，它、啊、乘以多少呢？乘以这是，刚才是写 p 负一啊 ，p 负一嘛。那会等于多少啊？会等于这个，会等于这个。这 p 的话呢是多少 ？p 的话刚刚算的是这个，一、一、一负一。啊，这三的话呢乘进去就变成是三的 n 次方，是一的 n 次方了。三的 n 次方嘛，零、零，一的 n 次方，这一。它 p 负一 ，p 负一在这里了，二分之一我把它摆在这里了，摆在这里，啊后面这个，所以一一一负一啊，啊这样就可以做出来了，这个话就是二分之一哈，一一一负一，它乘以这个，这一乘多少呢？是三的 n 次方，三的 n 次方嘛。就是说，
这样一乘的话，等于是这个哈，就这个的话乘以这一列哈，啊加这个乘以这一个列，啊把它加起来然后摆在第一列，所以第一列的话上多少？上是一乘以三的 n 乘，一乘以三的 n 次方，这三的 n 次方呢？那再来的话就是说，这个的话哈乘以这个矩阵的话等于多少？等于是这个零哈乘以第一列。啊、加上一乘以第二列，啊、加起来，所以这个叫什么？叫做一负一啊，一负一这样子。它、再来等于多少？在二分之一哈，我们写在外面。那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是加一乘的话，就第一个元素哈乘以，就这一列哈等于多少？等于是第一个元素乘以第一列，加上第二个元素乘以第二列。啊、把它加起来，啊，所以呢，第一个就等于多少？就是说，因为这是一嘛，一乘的话，这个话乘以这一列是原来这个，这个乘以这一列是原来这个，就把两个加起来，所以第一个啊是多少？是3的 n 次方加一，啊，第二个是3的 n 次方减一，3的 n 次方减一，啊，这个的话就是这一列啊乘以一，啊，这一列的话乘以负一加起来。那、就是说、啊，这个乘以这个，啊、这个乘以这个，哎，这个减这个，这个减这个是三的 n 次方哦，减一啊，它、啊、这个减这个是三的 n 次方加一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所以这个就是答案了，这个就是答案。